然后我们今年与 KCD 台湾合办 ，KCD 是由 CNCF 支持并在各地举办的活动。那本次的 KCD 台湾是由台湾的社群 CNTUG 举办的。那今年他们在 AU 视听馆，也就是这个地方走出去外面会有个水池，水池旁边的一个圆形的会议场，他们在那边有一整轨的活动，那欢迎大家对 Kubernetes 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听。然后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，我想先来宣读一下大会的守则。首先，请尊重所有人。如果你觉得被冒犯或不受尊重时，请明确告知对方停手。如果此时仍无法解决问题，请你寻找社群伙伴协助，或是联系大会工作人员，或任何你认识、受信任的朋友。那如果经大会属实为冒犯骚扰行为的话，大会将会明确告知对方离场，并公告此事。然后，敬请人在防疫艰困的期间，所以在会议期间，请全程佩戴好口罩，并保持社交距离。在服务台备有额温枪，就如果你身体不适，可以去服务台测量体温。那讲一下，就是我们今年做的一个最大的改变是，我们把会后问卷搬来会前，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填写一下我们的 attending survey。在这个 survey 里面呢，你可以引发编辑器战争或是语言战争。那填完这个 survey 之后呢，你可以安装 OPAS app。这个 app 就是大会期间使用，然后里面有可以让你玩大地游戏的一个东西，那就是填问卷，然后安装 app 跟玩大地游戏三个愿望可以让你一次满足。那这个 QR code， 放送事故，大家稍等一下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放松事故回来了。我刚刚讲了那这个 QR code 呢，在会场的地图啊，或者是任何地方都有，或者是官网也有，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去填一下。那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大地游戏。大地游戏就是我们的 App 里面有一个这样子的几张册，那你只要去 TR 三楼逛摊位 ，TR 在走出去有一个篮球场走过去之后有一栋大楼，那一栋就是 TR， 然后在三楼那里有社群摊位跟赞助商摊位，就是欢迎大家可以多去那边认识一下不同社群跟我们的赞助商们。那跟摊位互动就可以拿到 QR code 收集点数，让他们扫 QR code 就可以收集点数，集满所有的点数就可以去大会的摊位换神秘的小礼物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年设计了两天不同的吊牌，就是在第二天吊牌会有不同的样式，就欢迎大家第二天也可以来支持一下 CosCup， 然后来领取我们的可爱的四小桌的吊牌。最后宣读一下其他的事项。今天中午12点到1点在 RB105，也就是这一厅会有征才短讲，那欢迎就是刚毕业的学生，或者是老板薪水给太低，想要跳槽的工程师们都可以来听一下。然后在明天的下午会有 Lightning Talk， 报名已经开始了，然后你可以与 TR214Y 的走廊大会服务台报名。然后一样刚刚说的 ，TR 在过篮球场的那一栋大楼就是 TR。最后是大会的共笔文件，我们今年一样与 HackMD 合作，然后开了一份共笔文件出来，在官网上都有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帮我们完成这份共笔文件。然后最后要来感谢我们的赞助商们，就是没有他们的话就不会有今天的 CosCup， 所以我要来简单带过一下赞助商们这样子。好，赞助商的名字都有点长，让我一一的念过一次。好，首先是钛晶级赞助，资料申请小帮手 Blacktor， 5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开源系统软体 SIG， 黄金级赞助玉山银行 ShopLine Appear C Money 全耀资讯财经有股份有限公司 Foodpanda，
建强实验室、起点科技、新加坡商泰坦科技、C5、Berry AI、祥平互动、优比快股份有限公司、红帽软体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、KK Company、MySQL、白银级赞助汇邦科技、青铜级赞助佑生研究基金会、西氏亚洲有限公司、Microsoft、好朋友级赞助。The Linux Foundation, The FreeBSD Foundation, 毕维集团立德国际商品检验有限公司 Collabora。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协办单位开放文化基金会与台湾科技大学。然后特别感谢 iChief HackMD、 淡奇咖啡、百变怪贴纸、寻酒师葡萄酒、陈香鱼心理师以及伊甸基金会。最后还有就是支持我们的每一个就是个人赞助们。然后我想要请大家就是可以鼓个掌，就是今天有赞助商们的出钱，以及在场工作人员们出力，才会有 cost cut， 就谢谢大家。然后最后是我们的个人赞助的网页一样开着，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赞助，扫一下 QR code 赞助我们。然后我们今年有丰富的大礼包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。好，那我们的开场就先告一段落。